Hello，Hello，hello， 今天来抽我们的十三香，那一样我们的格局，抽到重复的就送。那如果是就是抽到大奖的话，就像武器的话，重复的我就会送啦，我会帮你刀。那假如说只有抽到衣服啊，或是帽子那些的话，可能就要麻烦你把剪刀来刀了，如果你想要的话。那我先整理一下好了。反正抽到一半，不开心不开心，耳书太多一些热事。只上下每抽这样子，都长一堆热事，每次越抽越怀疑人生。啊，然后最近的话，我最近比较少开台啦，因为都在玩一些旧游戏，我想说旧游戏大家比较没兴趣。那我今年有个新希望啊，就是说我希望把那个魂系列的游戏都玩完，我之前都只有玩到一半，什么《艾尔登法环》啊，什么《日朗》都只有玩一半，那之后应该会花时间把它开完。好了，话不多说，我们现在抽十张奖，今天重点是十上。啊，先找位置，把我的虫抽起来。啊，身上穿的这一套就是那个这次活动给的，就是解杀人鲸的任务，然后杰曼姆斯他就会送一个杀人鲸帽。这还不错啦，虽然黑色的没有很好看，白色比较好看。但它之后还会再出白色的。哦，前十抽零，然后一个帽子。哎，帽子我里程有抽到啦，就是帽子的话，你们想要的话就知道吧。刚好这个帽子，这刚好里程我抽到一个帽子啊，所以这个帽子我就拿来送吧。打面，十箱。哦不，Oh no！戒指，哎呀，戒指的话，哇，我觉得今天就不太妙了。来来，下面是收。然后最近会用录影的方式，是因为我怕。现在扣了，怕有什么问题，但我正式提离职了，然后就可以随心所欲开台。哦不，我的谈笑间，三十香灰飞烟灭。那两个哎，也没是那个披风啊，太难了太难了。哦不。再来，我真的觉得现在每一期的时尚都好难抽，我只要录影片啊，或是实况，我基本上都抽不到哎、欸。然后这样发现，哎、欸，要抽什么？我、哦、这个垃圾桶，最后试抽 ，ID，好，对，没了。好啦，那这影片就到这边啊。反正我最近连三次还连四次抽懂东西都热色，我已经不再讲了。那如果我想要都送好了，然后没什么好看的。哦，太大吧。好啦，如果有人想要这个贝雷帽的话，就自己拿剪刀跟我在下面影片留言。然后如果在下次开台之前。没有人跟你抢的话，那就是这个就直接出剪刀就给你。那如果有人要的话，我就用抽的，就是期限就是下次开台了。下次开台什么时候？预计应该是下星期的礼拜六、礼拜日吧，不知道。反正越早留言当然是越有越先抽到啦，因为我就是随机开台，未来应该也是随机开台，太新奇。好啦，感谢观看，各位拜拜。想要那个贝雷帽的，记得留言，然后自己出剪刀，谢谢，拜拜。